偷咩啊偷！人哋啊，翻工前放工后我都过嚟帮你着衫，冇衫你冇 O T 计都算啦！你嗰件嘢咁都冇朋友噶，我次次帮你着完我对手嚟噶。哎呀，咁你就算知你博咗系嘛？你又似你啊？其实你都系为咗嗰条马丽裙，所以先买呢件塑身衣啫。咁而家已经还咗俾人咯，咁不如你索性抌埋件塑身衣佢啦。呢件塑身衣啊，可以着到我咁靓嘅身材，仲唔使节食喎？我梗系继续着啦。你仲要呃人啊？话你咩做运动 keep fit 你唔系话攰噶咩？唔该，你合埋你把口，唔好周围唱我啊！我细佬同舅父唔知噶。我呃人啊！Fanny知噶啦，佢一定知错系咪？难怪你有 V I P 房都唔错，原来喺度晒身材。我咧系嚟做福人群，为八千公带嚟美景嘅。家姐。 你条手链咧好靓喎，借俾我睇下啊！细佬你咁有眼光嘅，呢一条咧系大溪地嘅黑珍珠啊，好矜贵噶，啱啱先送嚟我 office， 我急不及待就戴啦，嚟睇下。我啲书啊！家姐，我帮你执啦。老婆，我帮你掹佢。 大小姐啊，你身体点啊？透咗几日好好多啦，有心啊？系啊，听讲咧，你俾条一米长嘅剑鱼嘴插咗两次，伤口仲要好心添。我睇新闻啊，试过有人啊俾条鱼插死啊！哇，其实咧就系一条一米长嘅剑鱼，唔系就得个鱼咗一米长嘅。系啊 ，Terry 方失失，掹翻条鱼出嚟，再插翻落年度。哇！都系我蠢。 争啲害死家姐。冇事啊！我讲翻咧，嗰日都几惊险噶。嗰日遇正有交通意外，佢救护车除咗捉捉半个钟，我几惊你有事。哇！咁肯定大小姐平时做得好事多啊，又神仙保佑啊。系。嗯。沙提啦，我细个契过俾观音噶嘛。哎呀！冇咩啦，群姐。哎呀，你有观音护身啊嘛。我个你啊，一定会健康噶。我最近有感冒啊。哎呀，感冒仲好埋你啊，唔好成日手损脚损噶。哎呀，有乜就乜。 好啦，唔好咁搞大小姐啦，真系啊！啊，祝我年华祝六合彩，早日回春。红树人啊，如果我督爆你云精嘅话咧，你就可以得到祝福噶啦，使唔使试下？哎呀，大小姐原来我唔觉意，我真系发尾啊 ，sorry。 Doctor Man，我老婆佢情况点啊？佢个伤口比较深，本来可能流血不止，但系好在咧佢件塑身衣比较紧身，能够意外达到止血嘅作用。 而家帮佢处理咗伤口，应该冇乜问题。唔该晒你，Doctor Man。好休息下。点啊？嗰件塑身衣点啊？头先啊，俾啲救护员剪烂晒啦。哇，衰晒！睇住啊！真系可惜啊！嗱，阵间你出去同细佬舅父佢哋报平安，千祈唔好提塑身衣件事啊！大小姐，保佑我哋咧工作顺利。你成班嘢都系黐线噶，够钟啦，快啲翻上去开工啦。我都要翻片场啦。咁啱，我要见个客啊，车埋你。好，走先，拜拜。拜拜，舅父，拜拜，细佬。介绍家人，介绍家人。你唔好成日喺我后边，喺度吟吟沉沉啦。系大小姐，我要食啲甜品。系，我想要一个芒果布丁，一个朱古力雪糕。系，收到大小姐，收到。老婆，乜你咁好胃口咩？ 而家有塑身衣喎，我仲使乜戒口啫？着直食啦喂！但系你嗰件已经烂咗噶啦噃。我个号俾埋俾你知啊，我即刻上网订多咗一件啊。点解你落街食饭都要着住呢件塑身衣咧？呢件衫炒价买翻嚟噶，买到咁贵，咁梗系着多几次唔好蚀底啦。前两日你去完波，跟住翻到嚟都冇除过，凉都冇冲喎，咁样舒服咩？ 其实唔舒服噶，我原本都唔想话俾你知啊。我惊你担心我。发生咩事啊，老婆？我自从俾嗰条剑鱼插伤之后，我有好大阴影啊。我而家去到边咧，都好惊会有条鱼突然间飞出嚟再伤害我。你有我啊嘛？你记唔记得上次去波？
竟然有个日本师傅表演即场汤剑鱼啊！哇，见到个剑鱼嘴，我吓到脚都软埋啊！就喺嗰一刻，只有一样嘢可以保护到我。傻猪嚟嘅，我一定会喺度噶嘛！唔系你啊，系我呢件塑身衣啊！吓，你谂下。你都仲要翻工，你唔可以24小时保护我噶。但系呢件塑身衣就唔同啦，我可以时时刻刻都着住，佢可以贴身保护我。如果我万一真系再有啲咩异举嘅话，佢起码可以同我止血啊嘛。就系因为咁，所以你一直都唔除佢啊？对唔住啊，老公，但我真系好惊啊。如果你介意要我冲凉嘅话，咁我而家。除咗佢落嚟啦，我即刻除啊！咁如果你真系觉得咁样舒服啲嘅，你着一世，我咪陪你一世咯。你唔介意我抽啊 ？TVB 精彩节目片段会喺 TVB USA 官方频道每日更新，未订阅嘅你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记得揿埋下面个钟仔，就会准时收到频道嘅最新资讯啦。